好，欢迎大家来到 A1 解困。今日八个字，边八个字？色即时空，空即时色。哇，好圆喎！今日善哉，咩事咧？系善哉，善哉，善哉吓。咪首先有单寻日跟进新闻嘅。哦 ，OK。咁咧就系讲呢个定位子女主持。嗱，講女主持又唔係一定係電台或者電視嗰啲，真係嗰啲師傅啊。女主持咁咧就主持加和尚，仲要兩個添啊！真係，仲要係即係你作為佛門清淨地嘅人，結婚就已經係即係看唔破紅塵。雖然法律就冇限制佢哋唔可以結婚，但係假嘅更加就唔應該啦。個宗教唔俾你噶嘛，宗教就唔俾你。咁但係你仲要結兩次婚，咁即係一定有次假噶啦。咁啊，講緊呢一個定位子叫色字定啊，咁咧就尋日俾人影咗個即係之前嘅新聞升出嚟，同埋奢華嘅生活出嚟啦。咁咧就而家警署都查緊噶啦，唔係有結婚都冇嘢啊。系，因為你最多你話佛教唔容許啊，更加荒唐少少。但係你牽涉法律嘅嘢，你假結婚就好大鑊啦。唉，真係所以。但佢解釋都幾好笑啊！佢解釋俾人聽，佢就係話佢即係令到啲人才可以落嚟香港，即係呢個。咁你都唔可以犯法㗎。佢就係即係我意思，我都迫於無奈嘅。唉，真係。咁但係咧，仲有一樣嘢咧，就係最穩陣嘅銀行係嘅老世街屋都失手。跟住頭條日報咧玩呢件事咧，匯豐嚇即係黃東勝間屋失手啦，咁咧就俾人打劫啦，四個匪徒殺上山頂啦，唔見245万財物啦，咁咧其實佢玩緊咩咧？玩緊匯豐失手啊！哦，係。通常你睇匯豐失手係講咩意思啊？嗰啲股價跌，股價跌破啦，個個都喊，真係俾人真係冇俾人打劫噶嘛，清姐喊嗰次啦，係嘛？咁啊～但呢個呢 AM730 我搜完佢今日呢就難讀啊。四口罩拆。哦，唔好順口啊。唔係你會以為四口子嗰陣時會係。四口罩拆。好啦，喂蘇一蘇埋嚟呢佢呢度無啦間搞卡通喎、啊。喔、哦、有四個人跑出去。即係又唔使啫。如果你搞卡通就搞大啲嘅係我覺得。係咪、哦、搞得可愛啲喎。唔係即係縮性嗰四個拆咁大啊。然之後，黃東勝都想套落呢間屋度，係嘛？黃東勝唔見咗240万財物啦，咁啊，所以又係色即時空，空即時色，又俾人偷咗啦。就係匯豐咁大，即係咁大間銀行，係個老細住間屋俾人打劫嘅，真係有電網都俾啲賊人可以乘機咯。咁啊，真係犀利。喂，咁啊呢單嘢，我覺得要做嘢嘅喎。警方查緊噶啦，一定啦，放心啦。匯豐大班俾人打劫啊，大佬。警方一定我冇話唔放心，但係我意思係。即係亦都反映緊一個現象咧，由解困角度睇咧，內地人嚟香港打劫，即係上邊開始，即係真係差啦喎，係喎，有一輪你記唔記得？咪就係冇曬影噶嘛，係又成攞機關槍落嚟掃金行嗰啲咧，你冇咁快去到嗰啲話，嗰啲經濟冇成好多嗰啲散港奇兵落嚟，哇！嗰啲好耐之前啦，但係近呢十年經濟起飛，冇咁差啦，係啊，你諗下嗰啲騙案係嘛，最近又多咗嗰啲，所以。內地的出路是什麼呢就是創新就是競爭力關鍵就是大公報張曉明說希望香港深圳發展並駕齊驅這件事很明顯就為接下來星期五財委會創科局鋪路但是幫到忙呢真我真經常都有少少猶豫即現在張曉明出來說之後會不會令到人更加反感對創科局但是這個就基本上都是激進派搞的即拉的那些都是我自己覺得你看兩題的真是兩題第一泛民現在又想扮同中央有計談嘛沒有理由再做價量所以現在張曉明就再推你埋牆角嗱你是不是跟我們有計談先我要這些喎、啊、我要這些是吧吃飯啦、啊、投票最實際啦做嘢啦、是不是做定不做是不是我覺得這個是兩體的你說反感的第二亦都跟建制說你班有沒有想夠票玩嘢我而家呢單嘢我大做嘅，聽日立法會就開路啦。今日做得係咁嘅嘢，冇錯，仲出嚟講有支持，又提到香港解困角度啊！我覺得特登擁你班有埋場噶，你班泛民係咪老噶？配唔配合拉布啦？佢哋配合嘅話，即係你講嗰啲都係假噶啦，係咪？唔係你，我唔當你講嘅係假，但我真係唔想認真聽你講嘢，係咪？最低限度啊，真係。所以呢單嘢，我明白你幫到忙呢一點，但係其實試緊佢哋，試緊佢哋啊！好啦，
咁啊，實際上情報係有講科技喎嘅危險嘅地方喎。呢啲又係手機拍一拍，即偷 PayWave 信用卡資料，都幾危險啊！呢個係啊，咁佢都有啲 tips 俾你解釋下。就係、是、咧，如果大家你兩秒可讀點解咧？啊，就是、好似一啲信用卡咪可以好似八達通咁，如果你唔過某隻定額就可以拍嘅。係啦，呢啲咧英文叫做 RFID 咧就 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即係短距離嘅，即係偵測到你嘅身份。冇錯，香港人最識咧就係八達通咯。係啦，八達通我你嗰張卡其實係有感應㗎嘛。冇錯，係咪唔通真係一張膠片咩？咁而家嗰啲人咧就 download 咗 apps 咧，就可以隨時隨地咧喺你個銀包即手袋附近咁拍一拍。如果你張卡好貼近個手袋嘅話，就會拍到你嘅資料，跟住攞到你啲資料咧，可能會做一啲不法嘅嘢。另外一個大家可能冇咁熟悉嘅 RFID 咧，其實就是香港嘅機場嘅行李系統咧，其實佢都有、有嗰、那個啲銀線嘅。咁啊、所以都話原本呢啲手機系統咧，係其中一個諗法咧，就係、是、幫機場嗰啲行李人員咧去辨別行李嘅。咁、但係而家就變咗不法之徒，即係所謂道高一尺。摸高一丈，所以識即時空啊！今日真係可控即時食科技咧，既可以幫人，亦都可以提升競爭力。冇錯，但係同時間咧，亦都可以令你唔見好多錢，勁過打劫，連匪徒入屋都唔使，係嘛？有四招 smart tips 又嚟啦，係嘛？啊，佢唔係用 smart tips 啊，今日用中文四法自保，嚇咁咧就讀一讀俾大家聽啦，嚇好細隻字，第一。不要将信用卡放在贴近银包表面的位置。你摆银纸中间，即是怎样？是，不知道啊，是不是应该买个水壶，然后呢个水壶扭开它之后摆进去，再塞回个水壶。这个真的。是吧？表面位置。所以他不敢说是小贴士，他是说自保的。自保的。未必得的。第二。信用卡正面向銀包裡面放，感應器就冇咁容易能夠讀取到資料啦。這個就好啲，係易啲處理。正面向裡面放啊，記住，係即係正面向裡面放。嗰個面係黐住嗰個袋啦。係啦，張卡放入纖維保護套。佢呢度咧就話淘寶每個一蚊，每個一蚊喎。話埋俾你聽邊度買？纖維保護套即係其實你換智能身份證咧。嗰啲 啊， 透明啊，以石子包住信用卡，我相信好少人會咁做。即係你諗住去叮，攞去叮咁樣啊，攞去叮嗰啲蘑菇啊，即係燒嘢食去焗啲蘑菇，咪咁樣嘅。其實如果攞石子包住咧，咁複雜。唔係，我諗啊，你諗下，如果你去餐廳食嘢，好肉酸啊！去餐廳食嘢，先生埋單啦，攞出嚟，咦，銀光閃閃嘅，跟住。麻煩你拿去錄，咁都幾誇張。如果你咁唔方便嘅話，不如唔好用呢隻卡啦。其實可以用第二啲卡噶嘛，或者俾現金咯。係咯，俾現金咯。如果真係咁怕用，答案其實真係啊，即係用石紙包就。不過咧，好難嘅。你叫一份報紙鼓勵大家唔碌卡，咁係佢廣告商嚟嘅。係嘛？咁又唔好咁講，真係難啦，真係。好啦，咁啊，另外咧都係同中國有關啦。憧憬五中全會。推政策，港股挑戰23,500，個市又升翻上去啦。咁啊，呢啲都係消息市啦嚇。咁啊，人行間接會放水嘅，放得嚟都差唔多噶啦。咁但係咧，就今日同一時間咧，就仲有一單都係同個市有關咧，就信保。嗯，創辦論啤殼樂園，即係創業板啦，創業板咧就唔係主板啦，大家都知噶啦。有高風險嘅。咁就證監關注。咁啊，證監會主席唐家成話：如果企業上市只為賣殼，但係冇實際嘅業務，就唔應該申請上市。證監將會同港交所應釋放商討上市機制。講落去好似好合理咁。實際上我覺得好多餘。點解咧？老實講，你作為一個咁成熟嘅金融國際都會，嗰間公司如果要招股上市。佢会写明佢想点噶嘛？系喺嗰阵时你可以批定批啦，系嘛？唔系系咯，同埋唔系啊！你作为股民，你有责任噶。哦，就睇下嗰本嘢究竟你有责任，你有睇？喂，摆明呢个就啤壳噶啦，个啤壳即系点啊？即系有机会炒一阵啊嘛。咁有人中意用呢个投资策略噶、哦。系我你卖壳嘅时候，我趁你卖壳煲紧嘅时候，我放大把人执噶嗰阵时。你唔可以阻礙投資者選擇呢個投資策略嘅、哦，你當個個都盲目啊！我成日都話啦，香港啊冇理由當個個都盲目嘅。你衰得過嗰陣時喺美國嗰啲中南部嗰啲，嗰啲就好多盲目都照樣俾佢照買啦。
呢個係一個學習嘅過程嚟嘅，我覺得。呢個樣嘢都諗起咗，好似跑馬咧，即係有啲馬，佢想為咗減分去落班咧，佢照出賽噶嘛。係。咁你可以選擇唔去買噶嘛？唔通馬會又唔俾嗰啲馬，即係為咗減分而落班，即係令到佢可以。咪係。即係唔俾佢出賽，咁佢永遠停留喺嗰度。係咪？即係你永遠嗰班盲毛。你就話：哎呀，盲毛好危險啊！我要保護班盲毛啊！俾啲冇競賽能力嘅馬匹去出賽啫。咁佢咁你去走去買其他嘢，其實係點啊？你等佢買優質股，即係成班盲毛去買優質股，你仲危險啊！冧起上嚟全部都死。係啊，仲危險啊！所以呢個我覺得證監會呢件事係錯嘅，真係。嗯。點解佢哋要咁講啊？無非都係偷懶啫嘛。你想想你如果俾咗呢啲啤殼公司上咗市，佢哋去監管嘅時候，咪多好多嘢做咯，多咗好多樣嘢要睇，多咗好多嘢要監管咯。所以我覺得，喂，香港而家上市生意已經差啦，你仲搞咁多嘢，仲搞咁多規範啊？係咪？即係所以，我覺得呢個真係唔係啊！你仲出口術啊，叫人哋唔好上市。喂，人哋如果喺度招股書，我目標就係以買殼為最終目標嘅，有好多人佢中意，咁佢都係要去買嘅，你奈多去咩河啫？呢啲股民嘅自由嚟噶嘛，香港係自由嘅市場，唔係，所以我啊覺得證監廢話，唔係答案，係啊，唔係答案。最後呢、這個唔係廣告嚟㗎，呢、這個係則新聞嚟㗎。吉野家怒反擊，算食嗰字㗎啦，怒反擊被屈用福島食材憤報警，怒反擊憤報警，佢係咁樣嘅。我们愤怒了以 call999, 我们一直没用福岛的米饭蔬菜。因为这个世界很古怪，以前成日说这些是日本来的，是正的。现在要跟日本划清界线、啊、那些三文鱼又是我们这些三文鱼不是来自日本啊，来自挪威啊。啊总之啊，当是吉野家亦都不是我们客，不过帮他澄清一下，今天都市日报的以此为头版新闻。那么答案就是他讲了。那他都买得广告应该都真的。